新冠病毒期间，借助网路保持正能量。吉米正在自我隔离，佢努力与其他人保持距离，好阻止新冠病毒嘅传播。但每日睇到咁多令人忧心同不知所措嘅消息，佢实在好难保持正向。咁吉米，你点解唔上网睇下呢？你会发现呢段期间其实仲系有好多好消息嘅。譬如你知唔知道自疫情爆发以嚟 ，NASA 发现地球污染率大大降低咗。研究报告指出，整个欧洲同中国嘅空气品质都出现明显改善。如果你中意娱乐，咁而家就系尽情享受嘅绝佳时刻。超多歌手而家喺社群媒体上现场表演，你仲可以喺线上免费收睇百老汇节目，而且坐喺屋企就可以观赏最新电影，唔使特登去到电影院。此外，网路上仲有一堆免费嘅应用程式，教你点样锻炼身体，仲有免费嘅数位学习中心，让你可以好好充实一下自己。最重要嘅系，每日我哋都会听到越嚟越多社区齐心协力，为彼此加油打气嘅温馨小故事。好似意大利人会喺阳台上齐唱国歌，西班牙人每晚鼓掌向防疫人员致敬，以及 NBA 球员捐出所得帮助失去工作嘅场馆雇员。即使疫情咁可怕，但呢个世界仲系充满正能量，呢个让吉米十分感恩，亦鼓励佢想尽一份心力传播爱与欢笑。你可以做啲乜嘢嚟让其他人会心一笑呢？相信对方一定会好感激你带嚟嘅正能量。